光头强。哎，小张，你去快递公司邮递一个砍树的设备过来。对对对，什么样的都可以，只要能帮我砍树就行。会准备好，光头强。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。汪汪队，总部集合。莱德队长，汪汪队已经可以出动了。狗狗们，谢谢你们赶来。光头强，需要帮忙。不要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不要追我了！东宫还有阿奇，在我们完工之前，用扩音机跟安全锥维护秩序跟安全，包在我身上。好了，汪汪队要出动喽！不要追我了，救命啊！